金像奖影后殊荣，她的演技担得起奖杯的重量。狄仁杰里，她演出了男人的霸气，女演出女人的慈悲，影片中情感层次分明，表达方式细腻动人。东成西就里，反串一个毫无形象可言的不靠谱童星花痴，这样的搞笑的如此深入人心，花瓶还是第一次见。她就算是花瓶，也是一个人物演绎技巧拿捏手段极高从未被超越的花瓶。芭莎慈善业，周围一众女星争气斗艳，小心思九曲环绕，可她如同一个局外人，气定神闲听着主持人冗长的发言，悠闲的仿佛在看云卷云舒，看着周遭的剑拔弩弓，只是扶了扶眼镜耸肩一笑。如此松弛的她悄然间，满屏都是她溢出的强大气场，她身上的江湖气能在谈笑风生起便能镇得住场，称霸武林。她说没有独立，谈何自主自尊自信，从内地到香港发展，所有的一切写满脸的欲望和不服输的拼劲，都只是为了经济思考人格上的独立。钱财地产在这动荡世界也并不可靠，可靠的只有心中的一口气。这句话他将它奉为金科玉条，他走遍世界广交朋友，工于投资保养容颜，享受人生。如今的他身价不止8亿，他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是无价，就是他腔子里的一口气成就了他现在完美美满婚姻和家财万贯。他从来就是一个精明的女人，女孩子要自己提升自己的价值，嫁给有钱人并不能使你提高自己的价值，相反这是非常没有自尊心的想法。他就是说出这样优秀女人。他虽然学历不高，但他从不停止读书，是是非非看得极淡，年龄也不能抹去的美丽淡然。他宝刀未老，美丽依旧，他散发气质气场，每一丝每一毫都是书香编织而成。他虚荣艳丽，脸上世故之情毫不掩饰，因为他活得足够肆意洒脱。他的眼里风尘太具攻击性，他注定受到万人关注，注定会被指指点点，也在所不惜，置之不理。他欲望直接，要求赤裸，可他身上大女人的从容，能够拥抱自己的同时，也能强大到给予男人有力的肩膀。他的独立从容没人可以匹敌，他够世俗，够有烟火气，正是被人说土说丑的他，将身处神坛纤尘不染，不懂事的完美情人拖回充满烟火气的人间，停止修建脑中的空中楼阁，真正的回归生活，热爱生活，不管被人如何嘲讽配不上，都无法改变万人心中的梦中情人。身旁站的人只能是他，也只可以是他，只有他的声音才能让他回到人间。他是恋爱上的狠角色，不急不气不争，一日之长，人在阵地就在身后的土地便固若金汤，不容侵犯。他拥有着被人欣赏的绝版人生，心灵膨胀，时间撕裂，千帆过尽后，他的明艳一笑，笑看风云。